有一位病人，伤口虽然愈合了，却留下后遗症。啜耳剂先用蒸汽热敷关节，按摩患部，并运用正骨手法让骨头复位。外伤与外会，内络与脏腑。最近有一个心肌很厉害的病人，发现他小头这边就有一个掌骨，刚好长在那个心筋的经络上。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受到影响，那他心肌有得到改善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